请要钱。国际赛亚会三零零 D 湾区发挥推动公益服务和照顾弱势的精神，总共捐予台南市九台富康巴士和四台爱心高铁车。赖清德市长伫台南市立文化中心出席捐赠典礼剪彩仪式，并代表全台南市民向国际赛亚会三零零 D 湾区的会员表示感谢。伫台南市身心障碍朋友就有94000人左右，每天至少有3名肢体障碍的朋友需要富康巴士和爱心高铁车的帮助，以解决交通上的不便和金钱上的负担。在这个城市，每天至少有34000多个市民，他是需要富康巴士的帮助的。如果没有富康巴士，他可能被迫整天待在家里，他也有可能必须要花费更多的金钱，也有可能是他负担不起的计程车的车资，他也有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就医，没有办法去到他想要去的地方。但是在300D湾区捐赠9辆富康巴士给台南市政府来照顾这些市民朋友之后，他们可以到他到任何一个他想到的地方。这样的公益啊，这样的爱心，这样的服务，我代表市民表达12万分的感谢。在场的各位嘉宾、各位好朋友，我们是不是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感谢黄振南总裁所率领的狮子会，好不好？非常非常感谢。随后，赖市长也出席国际赛亚会300D湾区第36届区年会。赖市长伫个年会当中，代表市民致敬礼物，予国际赛亚会300D湾区，以表达感谢之意。同时，赖市长也希望借由今仔日的捐赠仪式，会当呼吁更加侪企业团体、善心人士共同响应。黄总裁表示，即摆的捐赠只是抛砖引玉，希望会当借此，予更加侪人会当关怀弱势族群。这个国际理事帮我们争取了很多经费，所以呢，我们捐赠了9部的富康巴士给我们台南市政府，然后我们又捐了数部道宅服务车给华山基金会，作为我们狮子会的社会服务，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服务，包括我们已经捐了24000多袋的鲜血给我们云林、嘉义，包括台南所有的医院，来共同帮助只要需要急救的所有的云嘉南的这一些庶民。